上周三，香港巨星关之琳出席 Cindy Chow 香港顶级艺术珠宝鉴赏室的开幕。这个鉴赏室的掌舵者正是台湾出生的 Cindy Chow 赵新奇。Cindy Chow， 所以今天我就听到 Cindy， 我就说好了，这样。因为我真的很少，现在真的很少，真的很少。这位 Cindy Chow 到底有何能耐，让黄晓明、舒淇，连好莱坞巨星 Sarah Jessica Parker 都开口要帮他。他是透过一个朋友，我还没有跟他见面之前呢，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是我的藏家，我刚好要在北京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他刚好来亚洲，他那时候来台湾，然后我们就聊啊，他就知道说我在北京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他说：“哎，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第一个，因为我单亲带一个小孩，然后我又是 self-made， 因为他也是白手起家，他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演戏，一路这样子上来的嘛。2004年，这位在美国学珠宝鉴定的单亲妈妈回台湾开了一家工作室。2004到2007年，佳士得的那一场在纽约佳士得拍卖造就。我们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典型的母羊座女孩子，就是说在我字典里面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2010年，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她设计的皇家蝴蝶胸针与拿破仑皇后的皇冠 Harry Winston 的希望之钻都成为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的收藏。我觉得那是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者创作者一个最高的这种荣耀跟肯定。我做年度蝴蝶的原因是因为它跟我的 philosophy 很像，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你不一定要活得很长久，可是你要活得很灿烂。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为了一个梦想可以勇往直前那么勇敢，很开心华人有 Cindy Chow， 因为在世界上终于